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所造的《菩提资粮论》，在《大正藏》里面的第32卷第538页，中栏后面。因为在一方面对照到我们25页的讲义，那么在第四，没有挂号的这第四里面，菩萨所不应为法，那讲到第七，不施语，也就是说菩萨必然一定要怎样施语才行，所以这里说虽有施语死，退是转轮王，即以诸天王为因作施语，就是说，虽然如果因为施语而死，乃至于因为退失转轮王，或者退失了在诸天做这个天王。那么呢，也还是要做时语，不会因为不时语，然后获得了不死，或者获得了所谓的转轮王或者诸天王而不时语的话，那这样子还是不合什么菩萨的本怀，那么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若菩萨呢由时语故，如果因为时语的关系，那么若夺物若死啊。也因为时语，然后呢，我们的东西会被抢夺，或者甚至生命会死亡，那么菩萨他还是会怎样？会时语，甚至菩萨因为时语而退失转轮王或者诸天王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菩萨是不是还是坚持时语啊？必须坚持时语，唯因时语，何况其余而不时语啊？在这么样子重大的关键之下，菩萨还是选择什么？时语，那更何况其他的，其他的这不就不重要了？财富、名分、地位，那是更小于这些啊，对不对？尤其是用生命，用生命来换的话呢，那菩萨都还宁可怎样时语？所以我们说，因为所谓的生命的问题，那么是短暂的嘛，对不对？活着的这一段，那么要保持色身肉体而。我们坏了法身慧命，这样是不是不划算的？这是不划算。尤其菩萨所发的愿都是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对不对？所以呢，菩萨他所重视的会是什么？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而不是短暂的生命而已短暂的这一辈子的生命，不会因为想要延长而不施语所以呢，菩萨他所不应为的法里头，他不会不施语的，第八呢，那么菩萨也不会去嗔责他人呢，所以呢，第八这里就讲到大打骂恐杀福，终不愿贼责他，皆是我自罪业报故来现呐，菩萨呢，纵然有别人有他人来打我们。骂来打我骂我或者来恐吓我，甚至说要杀我或者要把我们抓去幽闭起来那么呢，以菩萨来讲的话，都会认为皆是自罪应当有此的，不会去怪对方就好比这个行菩萨道那么透过发心。那发心的过程，有时候我也很多的障碍以前不懂佛法的时候，都会怪别人怎么老是障碍我，这个也障碍，那个也障碍。等到我们理解了佛法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是自己障碍了自己。当我们发现说，原来是自己障碍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不去责怪别人了？不然我们都会以为是别人在障碍我们。如果我们过去是没有去障碍他的话，他这一世怎么会来障碍我？对不对？所以呢，菩萨都会认为，都会真的也不是说如此的认为，而是什么？透过佛法因缘法，是不是就是如此啊？过去如是耕耘，现在如是收获嘛。我们现在所收获的是被障碍，表示以前我们是不是曾下过障碍他人的因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自罪应当有的。所以我们说以菩萨来讲的话呢，会比较。这个收摄到我们自己本身来，而不是一直在怪对方。为什么会收摄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还是对因缘法的关照，其实是透过因缘法才能够如是的来怎样接受的
所以呢，终不称他，因为称，其实称恨也是菩萨戒里面的大戒呢。傲慢的心、嗔恚的心、嫉妒的心、悭贪的心，都是菩萨戒的根本大戒。有四个，这些都会障碍菩萨的那个慈悲心。像嗔恨，如果菩萨一直嗔恨别人，那是不是其实悲心也会不够的？也不名为菩萨。所以菩萨呢，终究呢，透过因缘法。那么接受说啊，原来这个是我自己所造的，过去我没有如是做，现在怎么过去我没有下这个因，现在就不会得这个果，那起码我们现在先不要去下障碍别人的因，是不是？将来才不会别人再继续的来障碍我们，所以呢，这是我前世已做，已经过去做过了，那只好这一世怎样欢喜纳受，接受它，今时还受相，四不爱之果啊，因为这个都是我前世所做，所以这个时候才会现出啊，还要去受这样子的相似不爱之果，当然，我们现在所被障碍的因缘跟过去障碍的因缘不一样，会不会同因同缘啊？不会，因为所有的因缘是不断的都在变啊。是不断的变，所以叫做相似不爱因缘，相似不爱之果，这是不是相似的？总说呢，都是过去曾经障碍过别人，现在受到怎样被障碍之果，对不对？那我们这辈子如果不懂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透过嗔恨，我们又继续去障碍别人，然后将来是我们还会再去受到什么相似不爱之果？只能说是相似，因为因缘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怎样再度的显现，是不是每一次的因缘都会不一样啊？因为所有这些因缘都是不断的在怎样排列组合，所以呢，这是今时呢还受相似不爱之果啊，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嘛，业障是不是不爱之果啊？就是我们不爱之果，福报是我们所爱之果，那么就得要多。这个起善因，结善缘哦，所以呢，比众生呢都无有罪啊，对方都不是对方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唯是我罪业报来现啊，就是我的罪业，果报呢现前的缘故，所以呢应当有此，因此呢也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业报。所以呢，也透过这样子呢，就不会去嗔责他人，这也是菩萨的修养啊，所以我们说菩萨是不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确实不容易哈，菩萨道本来就是很困难的，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菩萨的福报，他也自然比较大，因为他的心量大，他的发心大，福报自然就会大，好，所以呢，对所有一切众生都应该要怎样？应给予尊重爱，供养于父母，亦给四和尚，恭敬而舍离啊！菩萨呢，对自己的父母，所以呢，我们说佛教并不是说出家就一定不孝啊，对不对？佛教还是非常讲究怎样要恭敬父母，孝养孝养父母的啊！纵然出家呢。那么当然也要看因缘，这个也是要这个对父母的这种孝道来说的话可能有兄弟姐妹可以，那个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也自己要去承担呢？也必须要承担的，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一旦出家，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兄弟姐妹有一个出家的师父来讲的话，可能父母。生病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个出家众回去照顾的多。一方面，兄弟姐妹可能各家各业啊，都会觉得这个出家的兄弟姐妹比较没事。其实也不是哈，因为出家的孩子会真的比较体谅父母。当然，那个家庭的负担不一样的哈。那么在一方面也因为经典是不是一直。让我们知道对父母的这份孝养，供养
跟孝顺还是一定要做的，只不过说啊，这个当父母这个尤其临终的时候，有出家的孩子反而还可以尽大孝，对不对？对他将来的这个来世了，等于是在父母有生之年，起码还可以跟父母谈谈佛法，对不对？还可以带领着父母学佛，乃至于呢，在临终的时候，佛事上面，更会尽心尽力啊，对父母的这个来世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呢，菩萨啊，对所有的一切众生，也会看成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因为我们有无始劫的过去世，表示我们有无数的父母嘛。这辈子为什么我们会聚在一起啊？那么是不是也因为有特殊的因缘呢？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什么宿世劫以来的父母，乃至于兄弟姐妹，所以呢，菩萨其实也是透过因缘法，是不是就有机会去扩充啊？以世间法来讲是有限有量，我们只认得这一辈子的，不认得过去世的，但是透过因缘，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对所有一切众生呢，也都应及尊重爱护众生对，当然对这一世的父母那更是应该要去怎样去供养去孝养他们的。那么应作天想就如同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极其尊重了然后随父母意呢，令得悦意啊。能够随顺父母的这个意念那么希望他获得真正的安乐悦乐等于其实我们心里的快乐是不是才是比较深的快乐不是只有物质上面的而已并且呢能够离谄幻的心所谓的谄呢它是谄曲歪曲的心在歪曲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幻想所以叫谄幻之心啊那么也就是说当菩萨们为了利益众生的话呢其实应该要执心是道场对不对应该要用执心因为面对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生命的本质本身呢它是直接的并且真理法则呢也不是谄曲的不会是歪曲的都是非常直接的所以呢我们要离什么谄幻的心又应该要恭敬给事给事也就是说要非常恭敬的来这个奉给那么来伺候和尚阿舍离那么我们称和尚那么这里用这个上下的上也是都是一种尊称尊称那阿舍离呢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教授和尚和尚阿舍离而且也随着和尚阿舍离所说的法当中呢无有内密皆为外化尤其显教如果我们跟密教相对的我们就叫显教对不对在法上我们是不是尽量的把它说清楚道明白比较没有说很神秘的这个部分比较在思想理念上面的那个等于厘清啊所以呢比较不会有内密的这个部分几乎呢都是怎样外化的方式透过语言文字把道理说清楚把我们的内心的很多的疑惑能够解开对不对所以呢菩萨他所做的他应该要做的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所不应做的呢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八个部分在我们相对在我们的第25页的讲义看得出来吧好那接下来呢在第五没有刮胡的这个五有没有舍离四种菩萨的措施有四种菩萨的措施第一个为信声闻圣即以独觉圣说于最深法此是菩萨措声闻缘觉圣是不是比较属于小圣自我了脱型的那菩萨呢对他们却在说这种最深的法何谓最深的法呢大乘佛法它应该既深且广那尤其大乘佛法透过缘起性空不二中道是不是
更讲到那个因缘法里头去啊，所以他那个是属于最深法。哦，那这个也等于说是什么大乘佛法啊，哦？为小乘根基者说大乘佛法，这是不是菩萨的错啊？因为不契机啊，难以接受。哦，所以佛陀纵然在讲大乘法的时候，如果在座有一些人哎听了不契机，是不是也就起身就走啊？哦，五百罗汉啊之类的，是不是他也可以起身就出去嘞？哦，佛陀并不会很权威式的把他喝止，然后说不准走，那也没用啊，对不对？哦，因为不契机的缘故，不契机的缘故，那就随顺因缘吧。啊，好，所以呢，这里说此中菩萨有四种菩萨的措施，应当要舍离。啊，那么也就是在声闻缘觉圣的诸众生当中，却为他们说这种最甚深的大乘佛法，那么这是菩萨的错。啊，第二个呢，为信生大乘众生而演说声闻独觉圣，此亦是其错啊。啊，菩萨的错呢，就是明明他们是信生大乘佛法的众生，却为他们演说什么小乘法声闻独觉圣，这样是不是还是不契机啊？所以我们说菩萨必须要升观因缘。为什么要升观因缘？要因为讲究要怎样互动，互动对不对啊？要能够契合佛陀所说的理，还要怎样契合众生的根基啊，必须要契合根基，那么众生才得以度化啊。所以呢，对小乘者说大乘法也是菩萨的错，对大乘者说小乘法还是菩萨的错啊，不是众生的错啊，是因为菩萨在这个因缘的这个互动啊，做的这个不够啊，这个契合的缘故啊。好，那第三个呢啊，就是大人来求法啊，缓慢不畏说，而反摄受恶啊，委任无信者啊。那这里的大人呢，也就是正住大众生啊，来有所求的时候啊，也等于说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大乘根基者啊，大人属于大乘根基者啊，正住大众生啊，来求法的时候呢，那么菩萨啊，他缓慢啊，非常的这个缓慢的方式啊，因为他一方面属于大乘根基，一方面又比较急于求法，那么菩萨呢，竟慢吞吞的哈。那么应该要为他说善法，却不仅缓慢，还跟他讲什么这个破戒恶法啊。那么这个叫反摄受之啊，因为直接的应该就是讲什么这种善法才对啊。但是有时候哎，反过来啊，不断的讲了很多的破戒恶法啦这些啊，那么想说要反过来摄受他们。啊，表示，也不尽然很契机哈，那甚至呢，在大乘当中哈，未有信解者呢，那么也以四摄啊事来成熟而信任之啊，就等于说，还找一些他无信者啊，在这种，因为所谓的菩萨，他必然是在六度四摄上面下了一点功夫。哦，那菩萨的众人他自己没办法自己去摄受他们，那所找的人是不是也要类似这样的根基啊？哦，那如果找错根基来讲的话，那么对求法者是不是还是没办法去摄受他？那这也是什么菩萨的错？啊，也是菩萨的错。好，那第四，第四来说的话呢，这里说缘舍所说错，所说头多得。啊，于彼当念之啊，亦皆应习尽啊。也就是说，还是有四种措施哈。那这四种措施来讲的话呢，那么应该要去这个远离啊，要远，而且要舍离，等于是不要太接近哈。那么因为前面所说的这种四种的这个措施来讲的话，菩萨都应该要远离啊。而且要舍离，
因为以此去菩提远故啊，啊，因为怕坏了众生的什么菩提心，也坏了菩萨的菩提心，啊，好，所以呢，如果在声闻独觉圣当中所说的，啊，那么都比较属于头多等级于功德的话，啊，那么所谓的头多等，也等于说它是事出乃至于事入无碍法。啊，不仅事出，事出已经是非常这个暖顶忍是第一的法嘛，啊，甚至呢还更有悲心呢，啊，哈，所以呢这个头多等哈，啊，也比较属于大乘法，啊，那这种大乘法来说的话呢，那么于彼当念之啊，哈，啊，对，在所说的对方对象来讲的话呢，那么也应该要是比较相应的，啊。要能够比较相应，也比较能够怎样学习接近，哦，那么也等于说，要去远离前面所说的，所说的这些菩萨的错，啊，哦，错失的部分，那去做一些什么修正，啊，哦，那么尤其也得要看对象，啊，哦，看对象呢，那么如果他不会跟菩提心障碍的话，表示他还有可度的，啊，哦，的这个空间嘛。那么还是应该要讲什么大乘法，啊，还是要鼓励啊，要鼓励他，不是截然的说哦，我只要小乘声闻法就好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再试着啊，这个多说一点啊，这个属于这种头多福，就是比较属于大乘佛法的这部分，啊，好，那这是舍离啊，舍离四种菩萨的这个措施。那么在第25页讲义里面的第6啊，还要去习进四种菩萨道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记啊，这个本文里面538页的最后啊，第6啊，也等于说要等心平等说，平等善安立啊，意令正相应，诸众生无别啊啊。那么四种菩萨道呢，那么我们都应该要去怎样要学习哈，啊，菩萨道上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哈，啊，在于什么平等性。这个平等性是不是从空性来的 啊六度万恨是菩萨的道业，对不对啊？五度如盲波瑞为导嘛，波瑞是不是专门讲缘起性空啊的这个性空，也就是在表达什么空性。那么这个空性是不是在表现什么平等性啊？因为这个空本身是不是在否定什么自性的存在，对不对啊？因为有自性的存在就不平等，否定不平等是不是在展现平等性啊？啊，所以呢应当习进啊，应当学习，而且是非常靠近我们的生活周遭啊。那这有什么样子的啊这种学习呢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诸众生中呢要起平等心啊，对所有一切大众呢都要起什么平等心，也就是菩萨道上面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对不对啊？起了平等心呢，对诸众生当中才会怎样平等来说法啊。那在众生中能够平等说法呢，诸众生当中也才能够平等善安立哦。其实要透过平等呢，也才能够安身立命。如果都讲在现象上，是不是也很难安啊？因为所有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现象，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都透过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哦，没有例外的。所以呢，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都是无常相啊？其实我们身心难以安顿，哦，不是安顿在外相上，也没办法安顿在自己的生命里头，是因为我们的一起的生命，一段一段的生命，是不是还是无常啊？那怎么办？就是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要理解因缘的平等，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哦，在耕耘当中其实才让我们安身立命啊。哦，所耕耘的是什么？清净的，是善的种子，利他的种子，其实才让我们落实下来的嘞。
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因为一看到这个外向的收获，以为是收获，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所现的果报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收获啊？哎啊，我们现在所耕耘的是不是未来的还没收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我们现在下的因怎么结现在的果，它没那么快，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哎，不尽人意呀、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所以佛陀就叫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不要只有看到然后以为眼前的现象是我们现在所下的因呢、所以以前老菩萨说啊、我已经就怕变的脸谱喜欢赚心，不要起这样不好，对吧？婆媳之间的问题是不是宿世的问题啊？那这个是我们过去结过来的因缘，但是我们现在很努力的在下善因结善缘的，这个改善是比较缓慢的，这样子的那个成果还没现前啊，没有那么快啊，对不对？并不是下了种马上就开花结果，哪有那么快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现在的下的因然后再把现在的果拿来以为是因为这样子下的因然后得出这个果，那可不对啊，这样理解吧哈。哎，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福报现前，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过去曾经努力过哦。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不懂得要去下善因结善缘，表示我们将来的福报还等着现在来下，对不对？要赶紧耕耘的，好，所以呢，这种耕耘呢，要从众生的平等心啊、平等性，那么所结的人缘呢，能够广啊，那修的福报能够大啊，并且呢，也让自己还有众生当中都能够怎样平等善安立啊，身心上面的安顿，安身立命啊，所以呢，诸众生中呢，要令正相应啊，对不对？是希望让众生与什么正法能相应，才是啊根本解决之道啊。所以此等呢，皆无差别啊，是为四种。所以这里的皆无差别，是不是就在展现平等性啊？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也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我们说是它是什么？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皆无差别之相。所以我们凡夫所见的都是什么有差别之相，是我们所起的颠倒之相嘛。这个不是实际的相，是我们的颠倒相。我们要看到真理实际的现象呢，其实所呈现出来必然是平等平等之相。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有没有真的证到那种平等平等到无法言说，稍微一点言说是不是就已经有差别了？其实就有差别。所以呢，它必然觉诸细论了，无法言说的，也不需要言说。是完全无差别的相啊，所以呢，我们说菩萨在三大欧僧祇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平等性的观念是非常重要，我们才有机会平等相的现前呢。平等的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尤其这种平等，虽然我们看到的相还不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因缘是平等的，因缘是看不见的，它却是非常的平等。每个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所下的功夫不同，所获得到的什么尊重是不是也各有不同啊？我们看到不同的众生在团体里面是不是有享有不同的分量啊？看起来好像有差别相，但是透过因缘法来讲，公平不公平啊？非常公平啊！它是非常公平的事情啊，因为因缘法很公平。不管看得见看不见的都算数，算不算啊？都算啊。在大众背后不断的在工作，在大众面前还是在工作，所工作的所下的因是不是都依然存在的所获得的分量自然不同嘛，是不是自然不同啊？这是很公平的事哦。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平等性的一个展现。所以呢
这个好，在这里呢，就是第六个哈，在我们第25页有没有第六哈？要学习啊，而且呢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生活上的啊，我们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用什么样的人生观来看待啊？那有四个嘛哈，就一个就是对众生要起平等心，对众生的说法要平等说法，对不对？并且呢，对众生要能够怎样平等善安利。要让我们的身心能够怎样安身立命啊，并且要让众生令正相应，是不是要跟正法相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所谓的正法，它就是平等法，就是皆无差别的平等法。好，那第七啊，第七，这个都相对到我们的讲义里面有没有？第七，觉知四种真实菩萨。要知道何谓真实的菩萨。好，那寄颂里面就讲为法不为利，为德不为名，欲脱众生苦，不欲自身也。所以呢，所谓真实菩萨，就是我们自己要能够怎样觉知，要能够理解那么这个四种真实的菩萨第一个呢，就是但为于法，不为财力，不是为名闻利啊，而说法，而弘法，不是，而是为希望能够把法能够周遍给更多的众生，来协助众生，能够脱离我们的痛苦烦恼嘛，能够来自于解脱我们的生死，乃至于还能够发心，对不对？能够制造更多的什么菩萨，感召更多的菩萨。所以这个不是为财，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对不对？而是为法，为众生。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动机在于什么？这个不忍众生苦，不忍什么圣教衰，对不对？是为众生，为什么？为佛教。应顺导师送给正言法师就六个字而已。为佛教，为众生，就这六个字，你看造就了慈济这么大、这么庞大的佛教事业，就只为了只是什么？为佛教，为众生，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好，所以呢，但为功名而不为名称，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前面为德就是不为什么名闻。为法呢就不为利养啊，对不对？但欲主要就是想要脱这个能够帮助众生怎样解脱痛苦烦恼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个是菩萨的本怀不是为了自身的安乐这才是真正的菩萨真正的菩萨。所以呢，在这个那第八第八，那么若于业果密意欲求，那么呢来做三种服事那何谓密意这讲到密意求业果有没有所谓的密意呢，也就是甚深的法意啊。理解了甚深的法意，我们就知道如何去下因结缘，那么是不是自然会结成业果来啊？所下的是善因结善缘，业果是不是就成为福报？下的是恶因，痛苦烦恼不断那么就会广结恶缘，那业果就会是什么？业障啊！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甚深法义而来啊？简单的说呢，这叫密意啊。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彰显的因为因缘法它是不是既深且细呀所以呢一般都说这样解深密经，就说它既深且密，叫做密意其实我们说如果透过所谓的因缘法，是不是就是甚深的法义啊？甚深的法义是不是在非常深的那个平等性的因缘法上面下如是因结如是缘，是不是自然得如是果这个如果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去做什么？
所作服侍生啊，对不对？我们就懂得说啊，如何的能够让福报现前，而不希望业障现前吧，对不对？啊，那如何的让服侍能够生呢？那么就要做三种服侍啊，生此福时啊，要如何能够生此福呢？那么唯为菩提利益利乐众生，就为了菩提心嘛。啊，何谓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呢，是根据佛法而来。啊，因为如何的能够利益众生，最根本是不是还是佛法？啊，物质的、财物的，这个是不是一时的？可以救急不救贫。啊，但是贫要如何救？是不是还是根据佛法？为什么我们这辈子会这么贫穷？那么因为我们宿世兼贪的缘故，是不是还要去除贪呢？透过佛法哦，搞清楚了如是因如是缘得结如是果嘛，对不对？获得如是果啊，这个都是有它的什么这个理则可循哦。这种理则可循的理则，也就是人生的什么游戏规则，也就是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哦，其实就是真理法则嘛。哦，那在菩提道上呢，我们就是透过菩提心而成就三菩提，哦，再透过三菩提而怎样三藐三菩提，那到成佛的什么哦廖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所以呢，菩萨的最大的关键是不是就是发菩提心的萨埵啊？萨埵就是有情众生嘛，哦，所以菩萨都是为了菩提呀，啊，为了菩提来利乐众生，也为了菩提而怎样成熟众生，啊，也为了要利益众生呢，故舍离什么自是啊，啊，所以要去成熟众生、利乐众生，其实也都是在成就菩萨的什么菩提道业，对不对？那么利乐众生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菩萨往往是不把自己的事情反而放到后头去了，不是摆第一啊，而是摆后面。那当然我们说水涨船高嘛，啊，大众都获得利益，自己能不能获得利益啊？自然能获得啊。菩萨道其实也透过利他当中怎样完成自利啊，啊，完成自利。所以我们说这样子才是这四种呢，才是真实的菩萨。哦，那何谓真实的菩萨？就是要为法而不为利，啊，为德而不为名，对不对？啊，而且真实的菩萨是为脱什么众生苦，啊，真正的菩萨呢，不欲自身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众生啊？啊，真正的菩萨，啊，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所做的，那么都是什么三福事，啊，因为菩萨他是不是广结善缘呢，啊？啊，所获得的反而怎样？菩萨自己能不能受益啊？其实那是自然的，不是求来的。啊，因为菩萨做了多少利益众生的事，最后其实是菩萨自己获得利益啊。啊，所以在图像里头，我们说哦，所有的菩萨呢都是怎样？都是福报相哎，绫罗绸缎璎珞。为什么？因为福报，因为菩萨广结善缘，广结善缘，对不对？下善因结善缘，当然福报就会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是菩萨的三福，啊，三福事，啊，好，那这是第八、第九呢，啊，要亲近啊四种菩萨善知识，啊。所以第九，亲近善知识啊，那何谓善知识呢？所谓法师也是我们的善知识，佛陀也是我们的善知识，还有呢劝立出家的人也是我们的善知识，还有就是来祈求的人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好，所以这个叫做四种菩萨善知识，我们应当要去怎样亲近啊。法师，啊，是菩萨善知识，因为为住持闻会故，有没有？啊，因为有法师在弘法，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去听闻佛法，啊，而启发智慧，啊，从闻会
之后的私会、修会跟宪政会，是不是就个人自己去努力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起步，是不是透过文会开始啊？透过文会，那么就得要有什么？要有法师来弘法，啊。还有呢，佛世尊也是菩萨的善知识，哦，因为佛世尊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菩萨的道业了，圆满了道业，所以呢，他回头来住持诸佛法故啊，哦，他来住持啊，来帮助啊，来支持着诸佛法能够普遍在这个世间，啊，能够让菩萨有所依循。菩萨是不是要依据佛法啊？要根据佛法来怎样利益众生啊？不是自己想一套啊？菩萨不是只有带着居士啊，众生来吃喝玩乐啊？不是只有这样，但是有时候借着吃喝玩乐，是不是才有机会听经闻法？也有可能啊，就是那要看他更深的目的在哪里。哦，就像欲以利钩牵而后怎样入佛智嘛，哦，目标都在于让大家有机会去理解佛陀的智慧，对不对？学习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哦，乃至于启发我们的什么善心、善念、慈悲心，哦，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哦，所以呢都由佛陀，哦，来引导着我们，哦，那佛陀更是我们的善知识。还有呢，劝出家者呢也是菩萨善知识，因为他会住持诸善根故啊。啊，有人能够劝人家出家的话呢，或许就启发他的宿世善根因缘啊，而成就了出家的道业啊。因为出家的道业能够怎样以弘法为啊事业，以立身为以弘法为事业，以立身为家务，有没有弘法立身啊，为出家人的家务跟什么事业嘛，啊，那么所以呢劝出家者也是菩萨的善知识啊，还有呢祈求者也是菩萨的善知识啊，因为有人来祈求，那么也会试着菩萨的那个心量到底能舍到什么程度，所以透过舍是不是也是菩提心呢？哦，所谓的菩提心，因为透过菩提心是要怎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嘛，哦，佛陀怎么样子的完成，哦，成佛的道业，其实还是从什么菩提道业来，菩提道业里头是不是有所谓的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呢？哦，这些都是什么菩提的道业，哦，都是要给予众生，哦，有余力给予众生的人是不是最有福报的人啊，哦，如果一直觉得不足的人是最贫穷的人啊，对不对？纵然拥有，哦，家财万贯，却觉得心灵空虚，是不是还是很可怜的，哦，因为他还是精神上面的什么贫乏哦，但是如果我们有菩提心，啊，走在菩萨的道业上，其实身心是非常富足的，啊，内心是充实的，是因为有法的缘故，哎，啊，有法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会是富足的，啊，不管财务上如何，啊，那个已经超越了财务的部分了，啊，所以呢，这四种，啊，所以祈求者，啊，对菩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激励，对不对？实验测验菩萨到底舍心舍到什么程度嘛，哦，所以也是住持菩提心，哦，的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来源，哦，所以此四种善知识呢，那么我们都应当要去怎样接近，哦，亲近，哦，那这是第九。那第十，哦，第十来说的话呢，那么在我们的第26页，哦，还要远离四种恶知识，哦，有善知识相对的就是恶知识，哦，那这恶知识呢就是依止世论者，专求世才者，信解独觉者，即以声闻圣，哦，信解独觉圣，哦，即以声闻圣，哦，
这个是菩萨的恶知识。那所谓试论，所谓的试论者，就是我们去学习亲近种种的这种雄辩才固，有没有？也就是训练口才，有训练口才的方式。在世间学问里面有没有这一门啊？有哦，是有的，是可以训练的。但是呢，这种训练说实在，就算雄辩滔滔，讲的还是什么世间法，还是世间法的。所以呢，只依据试论来讲的话是不够究竟的，不够究竟。如果是依据着佛法，众人不一定也很有口才，却也还能够去怎样表达佛法，是不是更可贵的？倒不一定非得要去做怎样的训练呢？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对佛法有很深的那种体悟，觉得佛法这么好，不共没动力，那是不是就会设法去讲啊？他就超越了口才之类的啊。所以呢，并不是要根据啊，并不是要去训练一套世间的那种辩论学来辩论佛法，不是。佛法它本来就是思辨的能力很强嘛，对不对？思辨啊，佛法有佛法的这种出世的思辨能力啊，所以不是根据什么试论啊，而且呢，也不是专求试才者。并不因为深入佛法去弘法，希望能够获得名闻利养，那这个是不是还是错的？这个是世间的什么财物而已，对不对？因为名分、地位、财富，这个是不是还只是生活的问题啊？等到死的时候呢，死亡的时候，这些是不是还是带不走啊？并没有办法带这些走啊。所以这种世间的财物来说的话呢，那么并不是菩萨所要追求的，所以呢叫做菩萨恶知识啊，那么因为他不设法故，有没有？因为于佛法，因为佛法它必须是什么事出法，佛教不共于其他的宗教，是不是就在于智慧啊？所谓的智慧的可贵在于它能够超脱世间的束缚，但是呢，这也不过还是解脱道哦，菩萨道还要怎样？事出事入而无碍。事出是因为有智慧的缘故，事入因为什么？慈悲啊，所以菩萨他能够悲智双运，才能够摄受众生甚深的佛法，有没有？所以呢，所谓要能够摄法的话，并不是世间学问能够解决的，那么独觉圣者呢，少毅力少做事故，声闻圣者呢，他自力行故啊，总说呢，声闻独觉都是属于什么小圣法，以解脱道为主，那以解脱道为主的话，都会少毅力少做事，这个只要自力就好，他不管大众，因为悲心不足嘛，只想要怎样？只想要利益众生。就好比说，这个，比方我们说，当我们碰到意外受伤了，而还好，这个有惊无险。如果是比较声闻根基的人，就会想，哦，还好我没有，这个。没有丧命啊，于是呢，他就会利用怎样剩余的生命，他觉得哦，我赶快自我解脱重要，对不对？他就会觉得说，世间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他赶紧要自我解脱去。那如果一个菩萨根基的人会怎么想？哦，还好命捡回来了，我还可以再去利益更多的众生。他是不是更努力怕变在什么，在众生的事业当中？尤其碰到这种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更会是我们抉择的一个什么契机哦。那这个就往往就看到他的什么根基的问题哈。如果是一个菩萨道，他会不会觉得说啊，还好我没死掉，我把我剩余的生命来怎样来利益更多的众生？声闻的根基就会觉得哦，还好我没死掉，我赶紧要来了脱生死，是不是不同的根基啊？它是不同的根基哈。
但是呢，我们说菩萨的恶知识呢，反而是怎样？小圣根基是菩萨的恶知识，因为这个会坏了菩萨的道业。哦，而且呢，不能只有停顿在世间法里面，哦，不能依止世论，也不能求世间财。哦，所以这四个菩萨的恶知识。好，我们就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